中教武器立万功能，为组织分长规律新章，分红天立新高峰之上，上将立吹新风之气，后勤必胜修为，祈求国风求全。好、哦，我不溜，都好。文静暂时停止动作，到时间，众人齐心催动金毛钉，起起。风波暂时停止，就风热增加，最好小力量。但为何也是各地不安？去观察一下众人的情况吧。是就是。众兽共同天，拥有神风武器，此时突然以形象昏害之境，环顾神灵，队员严重失措。又开始移动了，分心，众人随我靠过，静心静气。是，为破黑暗之灵，封印者失了魂门上下，考验心咒，破天三宫之魔，入破困境。官府动动之势，突进万尺高峰，人家飞熊军手握高射天印，以圣将威气，回忆铁暗之灵，不飘正是。一定担心分红天，应别路。天可一我鬼车下令，红都七神灵，七天七神圣将，将火冲回一空。一杀不愧勇者，文宏天，心系重生这一剑，你无可能闪避。哼！昏黑神门急攻不断，双方动作不协，昏黑者催动金毛钉。高速扩散黑暗之力，现在攻击武松殿，攻入中军队阵，统合小手之力。第一次新温中，为主相攻之力，混龙天破擒一生修为，一共混境冲击，队员严重受挫，确定是攻取新红之气。虽然要切记将少风起来，一把防人黑暗之力。共天温风不动，下心迟疑，迎宾圣剑无情贯体。正当共天风波不敌，用剑诡异之人，袭来。真实力，地面动作，文宏天动摇不止，环顾昏天脑洞，昏海神门再起动动，不可昏心，是，心地自己不能多好，多好便是人间浩劫，文宏天永行再起情缘，一助昏天之雄。前日刚一次为何吗？我在一生中唯有天家之喜，一切旧旧交求，我便以现在附近做了准备，就将伊加入无色无味的断门香，也就是压制神红之血之毒。
如何相信红旗？我的男朋友，我叫我教授也被人以视为比你东江之杀。但我想我会相关，你今日非死不可。哼！生死之中，便是我飞熊君一人触动一切，当初规矩所比你肃杀，我便暗中出力他一名孤已不幸，随后伪装他一模样，进入地狱无上天，学习一魂相配，利用他一身份，转移众人的焦点，方便我暗中行事。我知晓鬼子祖身份比你识破，查办人家的身份也会被隔穿，所以我提前将天家一地名插给因心胸老有暗将，目的就是要加速因调查我，进而推测世上有我教子的存在。又不是天家相当的智慧，我也不敢一躲，让他推测我被我教子所陷害，今日相信我之武功，以达到我最后的计划。为人是计，那是便计。以是我之鬼体不杀，也是将我脱险的机制。我只有便一直变到危险三日的现存，究竟在冷浅之来修炼，见不得光，同我学生之后，就因鬼体之故，被读出新闻。后来我便顺渴望记忆暗中回去放下两张纸条，人鬼之手天久之间，你当时应该非常错误，为何天家令找到新的线索？